世界啊，动荡哦。这个礼拜有好一些学员啊来问我，导师，这个澳洲大火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烧了这么久，它也该熄了吧？谁规定烧那么久一定要熄的？谁说的？是不是？人的共业说了算，对吧？那么共业在执行的时候很难说。真的很难说。你看这个新闻报道，这树熊是不是啊？逃难啊、哦，这一边大火，他逃，哎，穿过这个公路，逃另外一边，他不知道另外一边也是大火。你们没有看到吗？这个新闻，然后那个一个好像是老美还是谁，把身上衣服脱下来，把它裹起来，送到医院，啊、哦，还这个路途中还被咬了几口。然后送到医院，啊，然后救了几天，还是没办法。所以这是啊，还有人说啊，那个马来西亚的学员说，他说那我们国家会不会安全呢？你问我，问你自己吧，你问我是不是安不安全？大家难说了，这年头是不是谁也不知道？但是我跟你讲哈。最近我感觉到有一股不寻常的能量，一股不寻常的能量，啊，那么究竟是人的共业呢，还是怎么回事？这就得看了，啊，只是反正世界不平静，世界不平静，啊。这个美国跟伊朗，啊、哦，说是说没问题了，反正这个中间私底下还是在谈，对吧？所以应该不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谁说一定会？谁说一定不会？对不对？谁知道哪个国家会中间搅进来？最后就不是美国跟伊朗，是不是？那就后来蹦蹦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到天国去上公修课程。好笑啊、哦，真的好笑、哦。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真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谁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这整个世界已经在变化，变得很奇怪了。就是你说到底什么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古书里面讲的是天地真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还有人说，他说的算，他说的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正在丰衣足食中。打起来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最后的结果论，好，我们讲一些讲结果，但是可能这世界也平静了好一阵子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人自残的后果，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人发动了自残，你打我打你，最后也不是什么2012，20多少，就自己蹦蹦就是要那样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是那天到来，如果明天就是那一天到来，你怎么办？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嗯，对不对？念那么久了，还是念哪一个圣号？念那么久了，那人的未来又是什么呢？出路又是什么呢？地球的未来是什么呢？出路又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这整个宇宙系的未来出路又是什么？有时候不敢想，想下去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时间来告诉大家的路途吧，是不是？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？哦，到底是怎么样？但是我觉得几十年前呢，那个社会应该还是 OK 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说什么什么。欧风东渐的，还是什么？有句话怎么讲？啊、哦，那时候还说好像是欧美风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了，几十年以后还什么欧美不欧美，全世界一起疯狂，全世界一起发神经病，啊、哦，所以什么澳洲大火 XYZ， 所以我跟那个学员讲，
澳洲大火只是今天地球浩劫的刚开始，抬看吓死人！哇，导师你是说真说假？这烧很久了才刚开始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后面，希望一夜之间，人世间就是天下大，对吗？大同世界，是不是？